请看慢动作。进肘压肩，进肘压肩这个动作呢，是主要是破坏对方的重心。当对方用右拳或者用左拳攻击我时，我迅速用我的左手或者是右手，首先是拨挡，拨挡了以后，这时候呢有一个动作可以做切掌的动作，可以做进肘。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是进肘的动作啊，拨挡、进肘、向下，这三个方向在应用的时候呢，要一步一步，一步跟一步的向前，然后同时还要上步。如果光进走然后不上步，那你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这个距离不够。所以在应用当中，上步、拨挡、进走、压肩，压肩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锁肩的动作。当你锁的时候，向下的时候，对方欲退不行，然后欲闪不行，所以整个呢你都控制到它，所以它迅速就会倒掉。所以这个动作呢也是在练习当中呢是一个全身的手脚并用协调的一个动作，非常好的一个动作。